看看新闻网。夫妻生活如何保鲜呢？是一个长盛不衰的话题，在这儿呢给大家支个招，可以看看影视圈。虽然啊，这个演员们日常自己的生活可能有点乱，但是他们拍的影视剧里面通常都有很多典范的秘籍。是的，接下来呢又有部新电影新搭档要给大家做示范了，那就是被偷拍的那五年里的白百合和张孝全夫妇啊。管他是真是假，只要能够制造浪漫就值得学习一下。其实结婚的没结婚的都通通看过来。你一招做你的专属狗仔，谁不想尝尝当明星的滋味？特别是在另一半眼中，那就当他的狗仔吧，让他感受一下我的眼里只有你的滋味。只不过在技术上可不如其白百合。偷拍不是这样子，你要到后面去了。你在哪次偷拍？我一出来我就看到你。偷拍在办公室里啊。偷拍不是这样，你躲到树后面，不然你拿个靴子遮着吧，遮着。谁让你出来的？偷。你有没有看过偷拍？全哥时时不忘敬业摆拍，这不，新男的汗液要排得到，人工造汗必不可少。你在干嘛？男人的汗。我老公早上忘记吃药了。第二招，给生活添油加醋。厌倦了日复一日的双人早餐和看报纸吗？没问题，向好老婆白百合学习，给老公的早餐加点料。不过这么猛的料，老公怎么还是没有反应呢？面不改色心不跳，继续淡定看报纸，害得白百合屡次出手差点露馅。难道这一招的失败率这么高？当然不是啦，其实这是张孝全放的逆转大招，被加料的其实是按捺不住的白百合哦。三招，一起去海边。无论结婚多久，只要来到蔚蓝而平静的海上，在这样一个与海平面相连的游泳池里，浪漫无需制造，自然就有了。如果再来几杯好酒，加上点美食，那就更完美了。娱乐新天地，于丹胖子也想和爱人去海边报道。这么热天，好想像他们一样泡在水里啊。